江山月饼，要来找我就不报喜。哎，进一下郑元畅，回去还要挂急诊。时间到了。主人，欢迎大家进入万圣节派对中。而且这样还没笑的主人该笑了。主人笑错点了，主人，明明是鬼节，我们两个嬉皮笑脸。主人要吃苹果吗？先吃苹果还是先麻？先麻。还是你边吃我边麻？我边吃边麻。你要削皮吗？不用。我帮你用嘴巴问一下。主人，哎，今天是一年一度哦。你希望那个来的宾客啊，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参观我们今天的万圣节派对呢？希望他们可以抱着一个非常欢乐的心情。欢乐是不是？对。这样子，位置对吗？可以再用力一点。等到明天天一亮，心脏病。对啊，还是故意假装昏倒，让你把员工扶去。盖子。不要这样，主人。好了，谢谢。蹲下，蹲下。当你翻山越岭要来到我的古堡的时候，你绝对需要一张非常重要的地图。你只要沿着地图上的旗帜和指示，当然还要认得我这张帅气的脸，我保证不会迷路。我知道伯爵你是非常欢迎大家啦，但是你转那么多圈，你头不晕，我都快晕到吐了呢。这个太好了，把我的当成背后的鬼火。这位粉丝很有创意啊，把小众的图片当成背后的鬼火，不知道的人真的会被你吓一大跳嘞。当然，吓大家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哟。只是没想到，我们也会被粉丝们吓一大跳呢。乡情在恶作剧里面有扮成这样，这组真的是太恐怖了啦！哦，光是看他们一起拍照，我觉得我晚上就会做噩梦哎。这一个苹果由郑元畅决定，是你要喂他吃苹果，好不好？对，他喂你吃。你看你会不会饿得也太夸张了吧？这个朋友们你也是够可爱的，你居然还张开嘴巴想要接着吃呢。喝 apple juice 还是要吃苹果？当中，然后我在一个那个人